由于疫情再次严峻，学校决定继续停课。另外由于限聚令的关系，所有课外活动都被迫暂停。咁唔知洞仔洞妹呢排冇得出街，留喺屋企又有乜嘢做呢？唉，今日又系留喺屋企，冇得同同学玩，真系好闷啊！不如揾下洞妈一齐玩啦！梦妈，洞妈，我哋一齐玩啦！洞仔洞妹，妈妈虽然喺屋企，但妈妈都需要翻工噶，就好似你哋留喺屋企都要上堂，我一阵仲要开会，同唔到你哋玩住啦。唔制啊！你要同我玩，我好闷啊！洞妹，你用咗好耐电脑啦，到我用啦，我有只 game 就嚟打爆啦！我今朝都唔系玩电脑，我用电脑做功课咋，一阵间仲要用 Zoom 上体育堂，我而家俾唔到你用啊！一阵啫，又唔系而家，俾我用下先啦。唔得啊！你好衰噶，我哋绝交啊！洞仔洞妹做咩事啊？洞妈，洞妹今日霸住咗部电脑全日啦，我想打机啊！咩？明明琴日你自己都系咁霸住啦。好啦，唔好争啦。我知道呢段时间你哋要用电脑上堂同做功课，但系你哋要知道，大家都有咁嘅需要嘅时候，互相忍让同尊重系好重要噶。不如咁啦，为咗公平同你哋嘅健康起见，我哋设定一个大家都睇到嘅时间表，等大家知道咩时候要用电脑。咁夜晚唔使上堂，仲唔系到我打机？洞仔，即使打机都只可以打30分钟咋，因为长时间望住电脑对眼睛健康唔好噶，又会影响睡眠。其余时间我哋可以尝试一齐去揾多啲唔同嘅娱乐，例如一齐去做运动啊。吓，知道啦。你唔好成日谂住打机啦，其实喺屋企都可以有好多嘢做噶。我今日下昼会上曲棍球班。Zoom 点玩曲棍球啊？我哋又冇曲棍球棍。教练咧教我哋可以利用屋企唔同嘅物品代替，其实好简单，用一把遮咧都可以模仿到曲棍球之棍噶。哇，又好似几有趣喎！原来喺屋企都可以做运动。洞妹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唔记得咗今日下昼2点要上体育堂，你可唔可以让嗰段时间俾我啊？你大概会用几耐啊？大约1个钟啦。一系咁啦，我做住啲唔使用电脑嘅功课先，你用完我先再用电脑啦。唔该你啊，我今日上跳舞班，之后我哋一齐练习啦。好啊。疫情之下，大多数人都会在家上堂或者工作，这样虽然多了时间同家人相处，但少不免都会有摩擦和不方便的。不过只要透过沟通，我们了解彼此的需要和互相忍让和迁就，就可以减少冲突了。我们不如趁这段时间好好珍惜对方，多些同家人相处，一起做下运动吧。